分享年夜饭的第四道菜，锅包肉。这个视频你要是能好好看完，也能做出一道像样的锅包肉。做锅包肉用的都是猪通脊，一盘一斤就够了。然后把肉切成筷子头厚度的片，切太薄一炸就缩没了，肉片太大就在中间来一刀。切好以后用清水洗一下，这样炸出来更好看。洗好把水倒出去，完了咱们准备锅包肉的糊。碗中加入两大勺土豆淀粉，加入一碗清水没过淀粉，然后用筷子在淀粉里多扎几下，让淀粉能快速吸收水分。泡十分钟，再把上面的水倒出去，别倒太干净了，碗里留一点，不然太干了。然后咱们抓三把泡好的淀粉放到处理好的肉里，再抓拌均匀，像这样就行。如果淀粉少了就再抓点，不怕多。抓匀以后少加点食用油，最好是熟的，防止炸的时候崩。再次抓拌均匀，炸的时候就拿起肉片尽量多沾点糊，再用左手像我这样刮一下，这样糊就能更均匀。完了咱们把汁儿调出来，碗中加入150克的绵白糖，18度白醋加30克，酱油加5克，盐加2克就行，搅拌均匀，粘稠度就像这样。完了咱们开始做，油温烧到六成热，擦大葱快速冒泡，把肉片一片一片分开下锅炸。你都看到这儿了，能给老弟来个双击吗？就是对着屏幕点两下，谢谢大家。第一遍炸到定型，捞出来用密网把渣子打一下，不然都糊了，沾肉上了不好看。油温再次升到六成热，把肉片下锅复炸，来回翻动炸40秒捞出来。等油温再次升到六成，第三次复炸40秒捞出控油。锅留底油，下姜丝蒜片爆出香味，下入炸好的肉片，这个时候把调好的汁儿快速搅拌一下，倒入锅中，开大火快速翻炒15-16下，加入葱丝胡萝卜丝香菜，翻炒两下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样做的锅包肉外酥里嫩，酸甜适口。如果你喜欢做菜，那你就关注我，不然错过了想找都找不到了。感谢支持。